Hello，现在2021年1月16号凌晨1:20几分，都画好了啦，画好了，然后就都画了，就把它切一切了，还有一堆了，把那堆切完就可以休息了，那一堆都已经把那个班啊都画好了，赶快把它弄一弄，明天游一游，晚上就可以焊接了。然后我可能会睡到晚一点吧，明天晚上会变得很冷。现在冲一下吧，再盯一下就把这些全部切完了，切完就可以休息了。现在是腰有点酸啊，一点的，因为这个板凳蛮低的。阿固真的是会酸啊。对啊，听说明天晚上好像7度现在14度，不赶快做一做，明天7度可以撑这么久吗？没办法，对啊，我现在已经做12小时了，已经做11小时了，现在1点多了，对，已经做11个小时了，然后2点就12个小时，3点就13个小时，看盯一盯啦，等一下没办法，2点前把它切完，切完就收工休息了。事情做一个段落章就好了，剩下明天下午再磨，就剩这些而已啊。OK，剩这些而已啊，再定一下就可以了。都已经画好了，就把它切好了。OK，好，拜拜，再见。